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那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农历的除夕前后一两天呐、啊。所以小马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祝各位2021年抽球鞋都必中，然后都可以有一个非常顺利的一年。我们都顺利走完了2020，我相信2021绝对是一个好的一年。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小马要给大家开箱的东西是什么？一整箱的这一个箱子哦，非常的重。首先，这个东西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包裹。那这是什么东西哦？我们之前拍摄 Perrier 矿泉水跟春上龙联名的这个快闪店铺的影片，那非常开心，我们收到 Perrier 法国官方的这个肯定，所以 Perrier 的法国官方呢就决定送给小马这一箱礼物。我们现在就打开来看一下到底会是哪些东西，其实小马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它蛮重的，好不好？来，过年前收到这个礼物啊，这应该就算是小马今年的新春礼吧。这个粘得非常紧，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哇哦，好满哦，天哪，满满的东西耶，怎么这么棒啊，太扯了吧。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第一样的一个礼物，绿色的这个布织布的托特袋，凯凯跟 Kiki 的布织布托特袋，这个托特袋是绿色的，那天台湾的这个限定店铺发售的组合包，它是一个白色的托特袋，那法国寄来的这个袋子是绿色的，材质呢都是差不多啦。这个托特袋其实蛮薄的，但是不要小看它，虽然很薄，但是它还蛮耐重的哦。这个托特袋的部分，这是第一个礼物。第二个，啊哈，这是那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包装盒的这个矿泉水。这个其实小马当初有买一组啦，所以这个台湾那时候贩售的价格我记得是599，然后里面会是这一个玻璃瓶的雷射的这个小花，这个也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包装组。这个小马已经有了，但还是很开心。第三个东西，笔记本，外包装是这个凯凯跟 Kiki 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其实小马也有了，我有一本，所以我们这边有两个东西是小马已经有了，说不定我等一下一个开心我就举办抽奖活动。来，第四个小的这个水，那时候快闪店铺时也有贩售这个小水，价钱是好像是299，我记得小瓶的是299。第五个东西要来点特别的哦，我拿一下这个帽子，是帽子耶，绿色的，人家都说不要戴绿帽，但是因为他们矿泉水的图案是绿色的嘛，绿色的帽子，然后它是有这一个可以调整的，但是因为小马的头其实真的蛮大的哦，所以我戴这种老帽是不太好看的，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对，我的头有点大啊，但是没关系，这帽子很可爱，这个我都不知道它有生产这种帽子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然后这边有一个包装起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哇，它这边还有两个东西耶，这边有一个贴纸，这个贴纸我们是已经有了，因为那天有买东西的人都有送这个贴纸。然后还有，天哪，这好可爱哦，这是钥匙圈耶，铁制的，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质感很不错耶，天哪，这超可爱的，我都不知道他们也有生产这个钥匙圈。再来是这个东西，打开来看一下是什么，它蛮轻的耶，这个没有什么重量，该不会是，这是我超级想要的，这是我超级想要的那个礼盒，哇，这个礼盒你看满版的这个小花，在这个虽然是一个纸盒而已，但是它里面超精致的，这个我超级想要的，它往这边打开来，然后它里面会长这样子，它是用纸做的，可是它很特别，它正常后是这样子放，这个小瓶的这个凯凯跟 Kiki 的包装的这个水瓶给它放进去这个礼盒组，这个超级稀有的耶，好棒哦，这个太开心了，我竟然得到了一个我超级想要的东西，收起来。再来还有几样东西耶，你们以为开完了吗？ T 恤，凯凯 TT 的 T 恤， Oh my god， 这个太可爱了吧，衣服绿色的，小马是 OK 的哦，这个也是没有对外发售的，
这东西要怎么获得，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 XL 差不多就小码的尺寸，然 XL。 好，它其实没有什么的内标啊、领标啊都没有，它就是这边有写一个尺寸标而已，这是一个简单，但是它的材质还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帽 T 也是 XL 的尺寸，这些东西都没有对外发售，所以你要如何获得呢？等一下小马再告诉你们，还是有机会哦，不要觉得说就是只有小马有机会获得，但你们也有机会。这是帽 T 烫印上去的，然后它的质料还不错，哎，没有到很宽松，我是拿 XL 的，但没有到非常宽松，大概就是正常尺寸。缩口的部分，缩口螺纹紧实程度还不错。最后一个东西，你们绝对想不到是什么，因为小马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一个超大的后背包，哎，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Oh my god， 这个包包，它这边就是一个印刷上去的 logo， 然后里面好没有东西，它是这种帆布材质啊，这边可以这样打开来，我们看看里面有东西吗？里面有夹层，它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图案。但没有关系，能够有这个官方推出的这个后背包已经很开心，而且全部都是绿色的，太好看了，小马绿色的，啊，好了好了好了，真的太开心了。我想来实际穿一下这个帽 T， 虽然说我里面现在有穿衣服，但我还是想穿一下看看。我感受到它版型不宽，正常尺寸，就是没有到宽松，有点绿，欸，跟我们这个背景有点融合在一起，但没有关系。那在台湾的朋友想要获得一些这种周边有没有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水啊，然后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很特别的礼盒组，以及这个笔记本还有帽 T， 你们也是有机会获得。其实在台湾 Peria 的官方有举办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三月底的期间，你只要有购买 Peria 的矿泉水、气泡水任何的单品，就是不一定要联名，只要有购买他们的这个单品，指定的店铺贩售出来的发票，你只要登录到官网，就是一个登录发票的动作，你就有机会抽中这一些孙尚龙联名的限量商品。那包包啊、短袖、还有帽子跟钥匙圈，台湾官方是没有获得到这些商品，所以是没有办法抽的，但是其他东西你都有机会透过登录发票的方式抽中这些商品，而且它的这个抽签还有四次的资格，所以如果在这段期间你有购买 Peria 矿泉水的朋友，就可以去登录发票到官网，说不定你就有机会抽中这一件绿色的帽 T 非卖品，超级无敌可爱的这个绿色凯凯跟 Kiki。 看完这部影片的朋友，你们也都知道小马是一个非常无私的 YouTuber， 获得这么多东西我们绝对不会私藏。这本笔记本小马已经有一本了，所以我们拿出来抽奖给各位观众。这一个联名礼盒，哦，其实这个东西在网络上有吵架，它这个联名的这个包装一般外面是买不到的，当初也是这个快闪店铺才有贩售，而且不多啊，当天好像就卖光了，我们也拿出来抽奖。所以我们就是抽出这两样商品，哦，抽奖方式呢，在这个 YouTube 影片留言你最喜欢的一个村上龙作品，不一定要这次官方的联名嘛，你也可以说一些你喜欢的他的艺术品，或者是他推出过的一些单品，在底下留言你最喜欢的一个村上龙商品，我们会抽出两位幸运儿，在2月28号的时候抽出两位幸运儿，会公布在小马 YouTube 官方社群。你这部影片一定要按赞，然后还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跟小马个人 IG， 完成这步骤你就有抽奖资格。那这次呢，非常感谢 Peria 法国官方送给小马的这些礼物，太赞了。好啦，喜欢小马影片的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